找着一个没脸的人，我奈何相国寺里求神问，俺那么巧啊，闪出来包老爷个巧情人。宋王爷抬起头来看哈，他面前站着一个太监人，王延龄大开脱相看，万岁人越脱相面目王真，宋王爷把他带上殿，花花真的呀手将在朝门，下臣都赐给他四块银，装陀螺他砸了八大臣，金项链拦到八庄高，一吃光砸坏了活人的人呐。
来破佛啊。徐家的钱也劝你跪下倒还罢了，如若不然，来呀，啊，上刑且慢，我且跪下沾免皮肉之苦。徐翠萍，你是位千金小姐，可晓知三从四德？倒也略知一二。哪三从？在家从父母，出门从父主，父王从子。我再来为你，父母亡故，几年忠孝，几年守孝。父母亡故，三年忠孝，三年守孝。那丈夫亡故呢？二年忠孝，二年守孝，不得穿红挂绿。是吗？既然如此，你为何外传忠孝，内套大红？这，哼，这是丫鬟与我更衣，不小心穿错了，你奈我何？娘疼。你本身丈夫怎样死啊？我不找我就要骂，包大仙
上我上要咽气。
叫声一声叫，太爷有话难是听。我命你当头开棺报喜，有伤无伤。肩宽一尺七寸，肩宽一尺七寸，头顶无伤，头顶无伤，前胸后背无伤，前胸后背无伤，左右胸部无伤，左右胸部无伤，眼视一闭全身无伤，并且全身验了一遍，并无半点伤痕。是。你若将他杀死，上边怪罪下来，岂不是连累你我？那以舅父之见呢？待我去到总督府，找那高总督告上一状，管教这小小的江宁府，打回家抱娃子去。哼，江宁府，你可敢随老夫倒在总督府前去辩理？啊！别说一到总督衙门，就是到北京皇城皇府金殿，老爷岂能怕你？我让你投降退堂。
求家园啊。林都爷，听，八公求见，晓得了。
想你敢掐他，想要活命问不得。本宫一掌挥师傅内，本土那个管他都来呀、啊！
唐宁府闹一个乱哄哄。兄弟，咋样呀？哎。
哎呀，我的哥呀，你还骗了我呀你！赏你多少啊？我怕要少了，就要了40两，赏了80棍。哎呦，老弟，咱回到总督府，这嘴尖往上一挑，管家的狗官吃不了兜着走。就依老哥了。那老弟，咱走吧。走走。走将他等，将宁府他等。
我愿领花一身。小小杨宁府，我认知我就是这样的二朝定多少经，今日里不妨对他实话讲，也不妨露一露我的真名啊。真正江宁府，府江宁可别当，我是府江宁。我问太爷名和姓，我本是三太子，名叫刘墉。多亏了龙婆奶给我讲讲，也不能上而不能站，无奈何他命我管教才女做奶娘上升，奶茶有
院打水果，包小子算千岁我睡觉压死个钟。相传江宁府来拜，少等禀都爷。请江宁府来拜。往外相传，叫那江宁府一步三叩头，三步九打躬，小心来见。是。叫那江宁府一步三叩头，三步九打躬，小心来见。禀太爷，总督大人叫你一步三叩头，三步九打躬，小心去见。啊！忙矣，在二次往里相传，竟说小小江宁府，叫他一步三叩头，三步九打躬，一步来吃铁头来见。相传叫那高宗督一步三叩头，三步九打躬，一步来吃剃头来见。不爷，请那江宁府言道，叫大人一步三叩头，三步九打躬，一步来吃剃头来见。啊！
快对我本督扬名，能活成战千岁是一个。Yeah!
前去啊探视，原来是高大人，没事你也放手能行呀，没化妆，我来扶他一家，谢谢把你带到刘相府，你再次刘相府到位查处。Thank you.
总督是李大，我是小小副将领。大官别把小官拐，在小肚里把船撑，高高手来我难过，我的高大脸，你低的手来我不唱。天水西路，天水西叫你给我的头大白地上。